给我30秒想一下。好。我在想的时间比较久。没有，我想一下。要公正哦。根据女生的舌头比男生厉害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味蕾。打击的部分吗？因为女生的味蕾比男生多很多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舌头大 PK 了。我们用吃的来分辨和牛的部位，看女生是不是真的会比男生厉害。我们现在这一家和牛一天到20种和牛，我们就先吃一圈，然后记味道。我今天呢是涮肉球报告，试完之后总共有10盘嘛，那我们就猜最多的就是。对。那我们第一片呢，我们先算我们的西岛部位，那它的名字就叫西岛部位，对，很特别。安雅，哦，好吃哦，这个。下一盘呢，我们现在要吃这个牛雪花，雪花脂肪非常多，看这个雪花，这个跟河流沙朗有很像哦 ，nice。非常好吃，尖三角，我觉得它跟雪花的花纹有点像哦。哦，太爽了，这个是低浓，不融化的，这个最好吃。我知道，还有像那种超级软的胸脯，打下去然后胸部会像那种什么？我现在把所有的肉都洗起来了。这个油花非常哦，太明显了。啊，尖三角，哪个都错。这是牛沙朗。奇怪，明明是牛，奇怪耶。哦，这个要比刚刚的软的。一二三，兼容易。你一分，兼容易，果然是他爱吃的。太快哦，我要输了啦。一二三，洗澡部位，两个都对，啊，你们真厉害耶！这个味道就是胸部，就是靠胸部在记。哇，这个已经，我觉得很好猜，这完全化开，好吧，赌一把的，赌一把的。一二三，尖三角，乔尼，为什么会长像鲨鱼的内侧肉？接下来我觉得开始。你们两个判断标准在拐。哇，这个太难猜了，我觉得完了。一二三，一起棒，都中。哇，这也是瘦的。完了，这只能猜着了。等等，给我30秒想一下。好。哎，想的时间比较久。没有，我想一下。要公正哦。一二三，星星。三美次，瞧你。三美次，哎，你很厉害耶。你还有4次机会，是怎么记的？没有洗过包，原来还洗。女生会去刺出它的细纹的功能。哦 ，juicy， 这个完全就是有它，这就是甜的有脂肪。一二三，牛雪花，对，都对。好难哦。这个很难。一二三，星星。哦，出来了耶！我输了，可恶啊！没有了。味道，女生会去感受味道。最近你觉得味道怎么样？对，恭喜强，你获得满桌的和牛，和牛知道吧？你还可以找你好朋友一起来吃。来吧来吧，卡里，嫌我吃一面沙了，不行，没关系，我这个也很厉害，我这个是98，那是寿星哎。等了好久都没熟了。